她既是贤惠的妻子，也是温柔的母亲，更是一名坚毅的战士。感谢她为人类统一所奉献的一切。为什么？那些危险的任务，妈妈为什么非去不可？母亲，我想我明白了你和父亲当时的选择，而且你们并不孤单。牺牲并不意味着结束，希望的星火将不断延续下去。最骄傲的学生，大家最可靠的战友，遗忘者最信任的领袖，但是很遗憾，他永远离开了我们。